突然没有声音了，真是吧？有声音吗？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我觉得我这儿，给你听一下伴奏，可能能听清伴奏。有声吗？伴奏声。我真聪明呢，笑死了。业务熟练，我也觉得，真厉害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累死我了。今天我就是把我旁边这里搬了一下，这里原来有个桌子，然后把那个桌子搬出去了，真的差点没给我，我真的是用我的全身在推那个桌子，就我不是把它搬出去的，我是用着我的人把它给推出去的。累死我了，我没想到收拾房间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，然后我本来还想就是搬完再装一个东西，结果搬完我完全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再去搬其他东西了，我就放弃了，我准备过两天再搞。但我脚今天我觉得好多了，比前两天好多了，前两天是完全就是踩着疼，今天感觉我试了一下就没有那么疼了。是呀，封面是小老虎，虎年大吉。那我们开始吧，今天是特别，今天是三首中大的歌以及两首他说是自选，然后我就自己选了两首。谢谢 Jeff 的48个大闪。喝口水，开始先。看我今天直播的光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的？因为我搬了一个桌子，然后又加了一点光，是不是亮一点了？谢谢七宝水的大神。是的，有这首歌，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，但我一会儿唱。来吧，第一首《地下铁》，老歌。歌词过来一点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但晃动起手中的大闪，哎，我大闪在门口，等一下。我现在去拿呢，我先去拿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有什么不能拍的东西吗？营造直播间氛围，就是哇，还有我的贴纸，我的英文名 Cheer。
真是一个厉害的直播间。它里面有电池啊。啊，但是这样我就很阴间。哎呦，这样我就变得很阴间。等一下，他有什么办法让我不那么阴间吗？啊，没有什么办法。我这样吧，这样好。人比较，人好看比较重要吧。迅猛龙，迅猛龙，来吧来吧，有这个，谢谢好色的信封，再假装我有大闪，大家晃动起手中的大闪，跟着我一起唱，可听说。梦的出口，我把这个放下，一会儿再拿。我们若按图索骥的走，是否就能找得到？黑夜了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风一天。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在人群中我们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探索一番自己渴望已久的温柔。可听说。梦的出口，我们若按图索骥的走，是否就能找得到？美丽轮廓，远处招手。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。黑夜了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风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在人群中我们擦肩而过。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探索一份自己渴望已久的温柔。他是不是也不太收拾了？黑夜了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谁在人群中从你这头走？在人群中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。我知道你会在那一头，我们将在对的那一秒碰头。下一站的出口，有人等我。下一站的出口，你等着我。哦。
一代氛围。歌手一个歌手的演唱会现场，自己带的氛围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开嗓，我有一点点的紧张，其实不高，是在我的合适音域上，但我还没有开嗓，所以有一点点的紧张。多唱几首就会变得就是熟悉起来，没有换生活中心，只是我搬了一下东西。我直播的景没有换呀，怎么会觉得换生活中心了？天上飞，我不会飞，我不会天上飞，怎么会觉得我会天上飞呢？天上飞是那个，我根本拦不住，是这个吗？你们说的歌我都不会，不想挪一个东西，好吧，算了，这教会吗？我就知道，我根本拦不住，什么天赋在努力。造就我的 girl， 哦，我就知道这两句。自由之光是什么东西啊？自由之光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哦，你在说我们公演的那个自由之光啊？为什么我脑子里是那个凤凰传奇老师？我还在想啊，是又是凤凰传奇老师的歌吗？我已经被你们就是，对对对，哦，自由飞翔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两个长得有点像，自由之光和自由飞翔。谢谢云雨流浪猫的抒情。我不想唱自由飞翔，我不想，只是你们说到自由之光，我脑子里想。就是想起了凤凰传奇老师的声音，因为你们总给我点那个凤凰传奇老师的歌，就导致我是淡妆直播吗？怎么了？浓妆和淡妆很重要吗？确实，唱《自由之光》的时候，我们都还在后台躺着。下一首，先多唱几首开开嗓，唱完了。听着自己的心跳，没有规则的跳跃，我安静的在思考，并不想被谁打扰。我曾紧紧拥抱，却又轻易地放掉，那种感觉很微妙，该怎么说才好？时间分割成对角，停止你对我的好，瓦解我们的依靠。之后的天空，我像风筝是否要放晴后的面容，我静静地望着天空，试着寻找失落的感动，只能用笑容期待着雨过天晴的彩虹。听着自己的心跳，没有规则的跳跃，我安静的在思考，并不想被谁打扰。我们曾紧紧拥抱，却又轻易的放掉，
那种感觉很微妙，该怎么说才好？时间分割成对角，停止你对我的好，瓦解我们的依靠。在你离开之后的天空，我像风筝是一个梦，雨后的天空是否有放晴后的面容？我静静地望着天空，试着寻找失落的感动，只能用笑容期待着雨过天晴的彩虹。无时无恍大山，在你离开之后的天空，我像风筝是一个梦，雨后的天空是否有放晴后的面容？我静静地望着天空，试着寻找失落的感动，只能用笑容期待着雨过天晴的彩虹。试着寻找失落的感动，呼，没什么可结束。真的啊，这是我们中学听的歌吗？其实我在这之前不知道这首歌的来着，我是听了才学了才知道。啊，这就觉得伤。那我后面的歌，我今天因为我自己选的那两首也是，就是比较难过的歌，那岂不是今天没有任何一首嗨的歌？今天全是就是也不是我有意想要 emo，是正好这三首都是这种比较慢的歌，然后呢，我自己想唱，今天唱的两首也是，无意中选到了两首，对对对，下场有快的，是吗？我已经感受到害怕了。但这三首我之前居然都没有听过，而且这三首因为两首是萧亚轩的，一首是蔡依林的，居然没有听过。今天美瞳好看吗？啊，这副其实是我最不喜欢戴的美瞳，但我是因为今天就是因为不上公演，所以戴着的。因为这副美瞳就是直径有一点点大，然后我不喜欢戴这种大直径的。我觉得戴大直径，因为我本来是圆眼，偏圆的眼型，我是那种前面尖，中间比较圆的眼型。我如果戴圆的，戴大直径的美瞳，就会显得眼睛很圆，所以就不太喜欢戴大直径的。我一般都戴和我眼睛尺寸正好的，
说到美瞳，我又来气，我又想到我那一副比我眼睛小的美瞳，我就很无语。我的美瞳都是黑的，哦，黑的比较多，因为我喜欢自然的颜色。不觉得这副有点太黑了吗？我就是因为它太黑了，所以我不太喜欢它，我不会带它上公园。对，我之前买过一个蓝色的，但那个蓝色也很不好看，然后我就戴了没多久就，眼睛小戴起来是啥效果？就会有一圈你眼睛的边，就是你会看到你自己的眼珠。一般这种大一点的戴上就，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眼珠。就是它是包住你的眼珠的，就你可以看上一场直播。但是那副发现上镜，还好，就上镜那副还蛮自然的，可能因为远吧。但是那副拍近一点的照啊什么，你就能看到它是浮在我的眼球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浮在了我的眼球上。没事，不用理解，脚伤好多了。下一首，谢谢良情的竖琴。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点点像？谢谢大大礼物。原来是这么个模样。眼前却不一定能够一眼看穿，过往四处探访，却总是徒劳而返。只一秒你就轻易的攻入我心上，该怎么形容我？如果你了解我。尽了千帆，你还在身旁，仿佛是一道曙光。你怎么知道我？当所有人以为是你敲我的门，再把我点亮，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。请你手中大闪，谢谢大家的大闪。原来明星笑死一些个错拍，在生命中有个同伴，把心事都交换。总随着我飘荡，是不是你就是我的唯一的希望？该怎么形容我？如果你了解我，当过尽了千帆，你还在身旁，仿佛是一道曙光。你怎么知道我？当所有人以为是你敲我的门，再把我点亮，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。该怎么形容我？如果你了解我，当过尽了千帆，你还在身旁。仿佛是一道曙光，你怎么知道我？当所有人以为是你敲我的门，再把我点亮，你是我心中一句惊
今天。这是萧亚轩的，和前面那个什么是一张专辑里的，好像和前面那个地下铁是一张专辑里的。谢谢大家大闪，谢谢大家手中晃动的大闪。这个大闪是两根是不一样的颜色是吗？我看一眼。哦，这是蓝色的。看一下，等一下又会突然特别亮，哇！哇，哎，这两个加在一起真的是迅猛龙，这不就是迅猛龙灯光吗？哎，还挺好看的，这样。哦，对，一根蓝一根粉，然后我们拥有了紫色。好，我这样放在这儿，假装我打了一个同款灯光。哎，放不住。哇，不错耶，不错耶，不错耶。把灯关了，但是灯关了会很暗啊，它会没电是吗？很容易没电吗？看这个蓝色，哇，我好阴间，没想到它这么亮，我觉得这比我们公演上的那个大闪亮。我给它断一下电，真的很可怕，如果我人在这。光还挺好看的，谢谢蹦子大子的权杖，谢谢，请点歌，祝你天天开心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嘿嘿，请点歌。我是全掌点歌吧，对吧？我这个脑子越来越不好了，嘿嘿。好，剩下两首就是我的自选歌曲了，而且是大家，我猜是你们很熟的歌，因为是很火的歌。一首是杨丞琳的《暧昧》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那天我在看一个综艺。然后上面杨丞琳就在，好像是《康熙来了》嘛，然后杨丞琳在教其他人唱这首歌，就教那种音痴唱这首歌，然后我觉得这很好笑，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，想说唱一下。然后呢，另一首是我 mini live 的时候唱过的，但是我还想唱，就是《会呼吸的痛》，很喜欢的这首歌。这首歌是那个我们的声乐老师推荐给我的，他说很适合我会呼吸的痛，然后我就 mini live 上唱。十几年前，你们不觉得那时候的歌很好听吗？就现在的歌就是，就也有好听的歌，但是。就是不是不太不对，就不一样不一样。而且虽然我这两年听很多那种可能现在比较偏流行一点的歌，但是或者说一些国外的歌，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去了 KTV 或者去什么点歌，然后要唱，和特别是和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你还是在唱这些歌，你不觉得吗？就还是在唱那个华语乐坛最火的那几年的那些歌，而且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唱，这就是最就是神奇的。好了，那来吧，我说速度很快啊，我觉得我一首接着一首。
前奏开始的那块。爱没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好好听啊，好好听啊，这首歌，好喜欢那时候的歌。只能陪你到这里，已经有些事不可以，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，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，到底该不该哭泣，想太多是我还是你，我很不服气，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。爱没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暧昧让人变得贪心，直到等待失去意义，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，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。谢谢火锅的气球小熊，谢谢大家手中的晃动的大扇。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失去意义，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，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。好好听啊，这首歌好好听，我好喜欢这首歌。谢谢大家手中晃动的大扇，让我们一起怀旧起来。好喜欢啊，这首歌真好听，那时候的歌怎么这么好听，而且我以前就很喜欢杨丞琳的声音。杨丞琳，我觉得她就是很有特色的声音。哼，没经历过，没有故事。谢谢丹丹的单身，对他的歌都很好听。谢谢严的权杖，谢谢，祝你。你快，你先，你点歌，请点歌，祝你身体倍儿棒。
身体倍儿棒。但是啊，我现在真的觉得，我跟你们讲我最近的生活感悟，我觉得身体好真的很重要。我以前太年轻了，我以前觉得人家说身体健康啊，好俗啊，就是，怎么身体健康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好住的？然后我最近觉得身体健康真的太重要了，真的太重要了，就是没有这么重要过。身体健康真的，所以我现在说身体健康是我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对人的祝福，我真的希望身体健康。我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件事情了，但是，就是，但我祝人家现在就很经常祝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婶。因为我以前会觉得，就是有很多东西比身体健康更重要。但我现在发现是，原来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以前真的好天真，谢谢小塔的六个大神。真的，我以前真的很天真。因为身体不健康的话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就像比如说，就拿我最近举例，我这个脚伤了，我就没有办法跳舞。对吧？而且就是出门很麻烦，主要是出门很麻烦。就是，就如果你要办一些什么事情，要非要出门的话，我前两天就是，因为就是。走路会痛，然后出去就很麻烦。不，虽然我这么感悟到，但是，能不能做到，我也不确定。只能说话先放在这儿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我的大闪掉。好，下一首。风向不对的时候，赶快转换话题。这是我 mini live 的时候唱过的一首歌。在东京铁塔，第一次眺望。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。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，你总说时间还很多。你可以等我，以前我不懂得，未必明天就有以后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。和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沉默也痛。遗憾是会。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。
贴心回头，恨不得你回头，想见不能见最痛。好喜欢这首歌。谢谢大家的大闪，谢谢大家手中晃动着的大闪。这首歌而且是机缘巧合下，机缘巧合下听到的，是我们数学老师。我唱的好快呀，这才几点？我几点开的？45分钟，我到底唱歌时间过得好快。我们来放一点 BGM 吧。早知青山难为东流的水，我愿意。突然梦回，梦回上一场，吓死了！谢谢大家的大声。不是，谢谢流浪猫的竖琴。谢谢睡到凌晨3:34的小姐。不不不不。
那时候的场子已经过去了。这首叫《杠》，是 Rosie 的。好想看一下下回的歌单是什么。谢谢这样朋克大神合曲，哇，是什么合曲？是我会的合曲。我还没看。要你打出来，怎么是不能打出来的合曲？合曲还有不能打出来的？谢星空一夜的奶茶。合曲。有什么合曲是这么禁忌？晚上好，大家都好奇了，我也好奇。毒蜘蛛，还好吧？我怎么觉得毒蜘蛛很禁忌吗？哦，没事啊，歌单这个东西，我听一下。这哪里进去了？这夜晚。哦，我的分词挺禁忌的，毒蜘蛛，因为我那句是肌肤贴近我的手，然后我每一次就是原来我对面是正正，我就很好下手，然后后面换成了朱寒家之后，我就很犹豫，一开始前几场的时候，我就怕他。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很怪的前辈，然后我就很难下手，然后后面几场熟练了我就下手。他这怎么都没有翻译啊？他是指望我自己看懂吗？哦，哇哦，好禁忌啊！这第一句我就，哇哦。哇哦！
但是你们不觉得就是这两年近几年就是越来越，我感觉之前的歌啊什么，还有包括一些韩国的歌，就是会比较开放，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措辞，谢谢浮夸的两个信封，然后感觉现在越来越收敛了。这就是越来越收敛了。谢谢流浪猫的竖琴，这是 SIS 的落日循环。Walking down on a California beach， 往时间的不允许就会雨季，晴雨的好心情还有记忆里，突然听到他们在唱 Everything's gonna be alright， 规则或许控制，身体却控制不住压力，脑海里的思绪在想。而且跟你们说，就是这个世界有多小，就是我之前不知道这个组合，然后呢就那个有一回是看了什么哪个综艺吗？哦，好像是炙热吗？然后看了哪个炙热还是什么，还是他们上了一个综艺，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很眼熟，然后发现他是我高中同学，但是我们俩不是一个班的，就是那个 BG， 真的巨巧，我就觉得他特别眼熟，我真的超级眼熟，然后我就去搜了这个组合，就是 SIS 的 BG， 然后我就发现啊，然后我就给我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当时高中的两个艺术班嘛，然后就我跟另一个班的人就不太熟嘛，他是当时另一个班，然后呢我就发给了当时我们班和我关系比较好，然后和另一个班的同学也比较熟的，就是一个朋友看，我说是他吗？我说是我认错了吗？然后跟我说就是他，因为他当时好像高中中途就去了哪儿来着，反正签了，当时应该是签了公司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很震惊，就是居然啊，世界真的很小。就很神奇，很神奇，是吧？尤其我觉得上海这边真的很小。课代表，就是这是一个中国内地女子演唱组合，笑死，就是一个。就没想到还能。对。而且他都没有什么变化，就是长相。送礼物能点播吗，美女？哇，这个问题可以啊。我现在是全账点歌，但是你要等很久，因为有点唱不完。就是我年少无知，低估了大家的热情。我以为就是最多十几首吧，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唱十几首很快的，没有想到大家
真的太天真了，我那时候真的好天真，我怎么会这么天真啊。对，他高中长那样一模一样没变。谢谢，我知道你是谁呀，那就是这个大傻，谢谢。不过我感觉我高中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，除了就是没有刘海。大家排好队，拿好爱的号码牌，总有一天会唱到你的。我会快快的。谢谢浮夸的幸福。头发啊，头发确实没有好。我要是一次能学十首就好了，我要朝这个目标努力。一礼拜学十首，但说实话，十首还是有点难，一礼拜。就没有那种学歌就是，就我现在，但我现在真的发现，就是冷门的歌，就真的相对难学。就那种热门的歌真的好像就是旋律上很容易让人记住，怪不得它能火。就是凤凰传奇的歌，我跟你说真的很好记，就是虽然对，你知道吗，因为现在学歌比较多了，我也就是发现了，怎么会这样，就怪不得他们火，真的有理由，因为就是很好上口，而且就是主歌副歌都很好唱。要不凤凰传奇老师是凤凰传奇老师呢啊，要不然他们占领就是中青年市场这么久。我那天有刷到，因为以前其实不太了解这个组合，我以前对这个组合的印象就是我爸会听的歌，谢谢严的大神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我在什么，反正刷到他们视频吧，然后就发现哇，他们 live 真的很好，然后就觉得这首叫 DATOON 白依林的，他这种专辑都很好听，就是 Every Letter I Send You。 谢 Ansley 九九的玫瑰。而且就是像这种很火的歌，就是没有很难唱的旋律，就旋律都真的而且歌词也怎么说呢，很让人好理解懂吧，一些通俗文学。我还觉得巴黎的有一些歌真的那个歌词真的是太拗口了，就是看的时候都要迷惑一下的程度，就是说这个词藻是怎么堆砌成这样的，有一些歌
而且怎么这个前面这个词能搭后面这个词呢？就好像故意在就嘲笑你文化有限一样，就嘲笑你文化不够一样。但可能个人审美不一样吧。就是。不开玩笑，星公园真的有歌词，我查过字典去看那个字怎么读，对吧？就是，但河曲那么多，我只是说有一些河曲，就是有点感觉太多了那个意象和那个词汇。哪首忘了？反正星公园有一首的一个字，我当时哎。混乱了一下，什么时候能有音乐？我不知道啊，问王子杰。可能下辈子吧。走的安详，谁走的安详？走的安详。有太多针尖层层叠叠缠绕在心间，然后这句还是我的分词，你知道吗？这句多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幻境也有一些就是很拗口的，就憋不过来的那种。有你说有太多执念层层叠叠缠绕在心间，我觉得念的时候就是说就已经疯掉了。我还好，就是那个，不是有一段那个快的 rap 吗？那个绕口令挑战，嗨，我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用那个绕口令挑战？因为那个根本对于我来说，哇，简直了！谢谢小鱼仔的大神，这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好录的，知道吗？刘谦的那个表哥方表弟，好听啊！我觉得幻境都还好听的歌还挺多。对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我唱那一句"明日来临"之前那一句 rap 的时候，我被那个录音老师夸了。可能他想说，很久没有见到这么口齿清晰的唱 rap 的人。就是那个纪录片里不是有拍吗？就当时有淼还问那个老师说："老师你怎么不夸我？"就老师可能录那一句大家都嘴瓢太多了，然后一上来就给他整对了，然后就那个老师就哎，笑死了。哦，我可能适合录这些吧。谢谢好多的大神，对，我就是很容易咬字。我以前还被人家说过，就是讲话很正经，说第一次听到日常生活中讲话这么正经、一本正经的人。但我这两年已经好很多了，好像我刚来的时候被王秋如说过，他说觉得我讲话就是很正儿八经，很清晰，但这两年。就稍微没有那么注意了，但我如果注意一点讲话，你们也会觉得就正儿八经的。我没有说不老实，我也没有坏点子多。
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怎么看？我为什么要怎么看？别人怎么配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看？我祝他们幸福。还在说什么？只有祝他们幸福。谢谢张张的玫瑰。对，不管是谁，我只有祝福，谁和谁我都祝福。是吧？因为我讲话就是职业习惯，会讲的比较完整，发音比较完整，但我也可以含糊一点讲话。但我看电线杆子都神经。你要告个密？告什么密？说，想听。百度百科，我的身高是1.5。无语，我是1.67，我1.67。谁写的百度百科？杀了他。对啊，两厘米很重要，2公分真的很重要。1.5和1.67完全是两个世界。1.8呀，可以。1.68，倒也是可以谎报一下1厘米。去巴黎铁塔，我们去布拉格小巷，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，那张照片中的倒影是你最想要去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没有地铁也坐地铁。代表作品是啥？他愿意写啥写啥，这些不重要，这些和身高比起来根本不重要。我像是在乎这些的人吗？我只在乎身高，好不好？20年公式照是什么照？是啥时候啊？20年公式照，谢 Ansley 的草莓蛋糕。刘海，救命啊！他能不能给我换掉？这也是我在意的东西。他什么代表作给我乱写都可以。他能把我的身高和我的照片搞得好看一点，我谢谢他。以前多可爱。
还行吧。哦，照片是最新的。行。我们去巴黎铁塔，我们去布拉格桥下，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。那张照片中的岛屿是你最想要去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对啊对啊，漂亮和身高很重要，那不然呢？人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呢？一伸出牵起我的手，在我一等待而疲倦的时候，朝我点点头。谢谢大山。和你厮守，就百度百科。哦，因为我出道的时候。就是当时让我们写资料，我写的是165，但我后来发现我长高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我长高了，还是以前我把自己想的太矮了，好像是长高了。怎么还能长高的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长高了。你问我，我就是可能命里写了，我要长。但你们都还，你们才几岁啊，还会长的。对，我也是在觉得我觉得我不会长了，因为我当时已经大一了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不会长高了，结果我过了一段时间，然后还是人家提醒我。我才发现，去吧去吧，拜拜，拜拜。还是人家提醒我，我才发现我长高。但是我没有做特别的什么。事情，我也不喝什么牛奶。一分钟介绍视频是什么东西啊？百度百科吗？不重要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他把我介绍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在意。我这个人很简单。我不在意那么多东西，但是我在意的东西我特别在意。一些极端。焦虑，我没有身材焦虑啊。你在身材焦虑吗？我不会身材焦虑。167，谢谢姐姐抽我的巧克力。对，垫个增高鞋垫就差不多169-170这样子吧，就垫个增高鞋垫169，然后再45度以下就是170。看看
轻会，真的轻会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和那只守着梦。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可遥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现在两只手指都是光秃秃的，好没有安全感。对，我觉得我应该多买几个那个，但这个我已经很不常掉了。我掐住，我现在就是唯一不会掉的手上的饰品，就是两个戒指，然后还有这个东西和这根橡皮筋。啊，对啊，但是怎么回事？我带多少号的？我不记得了，因为我主要是我瘦了，然后我就把原来食指上的，这是食指吗？这是食指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把原来无名指上的摘到了食指上，因为我这个飞掉了。播到十点吧。谢谢 L 的草莓蛋糕。就主要是之前那个食指的，它因为瘦了，手指变细了，飞出去还能理解。但是我新换过去这个超级牢的，因为这根手指比较细嘛，是小小了一号的，然后怎么会又不见了呢？我就肯定是我自己摘掉了，要不然它是不会飞掉的。最近有休息吗？什么？怎么样算休息啊？如何定义休息？已经对熬夜这件事情放弃了，就是算了，睡够吗？还好吧。对，我现在觉得我已经不执着了。我以前会纠结说，哎，睡多久睡多久，我现在已经不纠结这些。骷髅手电不带了，我现在什么手电都不带，因为会掉，就带了。我精力好吗？我精力不好啊。我精力很差，我是那种只有5分钟的力气的人。就是每次上公演都是就跳完就很累，等就在跳歌的时候有力气，然后下来就跟就是
就下来就，而且我有时候就像在后台，就是我话很少，都是因为我没有力气，没有精力，然后所以我一般就不太消耗体能。但我这两年又觉得体力没有以前好，还可能还是因为休息的不好的原因。终于变回我手里。说两场公演，那有两场，下周不是有一场吗？那是爱的城堡，随着稻香和那继续奔跑。你想，我知道。连续两场，最佳拍档吗？那个我不上呀，那个是单身赛吧。上呀，哦，宣布一下，那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。节目吗？这个什么 MVP 宣布？换镜前记得吃东西。嗯，看吧，想得起来吃的话就吃。我最近不太想吃东西，我最近胃口不好。我不要主持，他给我钱吗？八要是付我工资，我就主持，要不然我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吃，我在吃呢。只是说，我最近就是想不太，但我有时候想不太到吃东西。但是我知道到点了，我该吃饭。自己动手做饭，我可能会更不想吃。我现在都嫌吃饭点外卖麻烦，还让我自己做饭。那不是完蛋了，大完蛋。但我最近这两天不胃疼，我变强了。哎，凉拌黄瓜，凉拌西红柿好像不错。感觉是我会喜欢吃的菜系，那种甜的放很多糖的那种凉拌西红柿，可喜欢了。还有一分钟，不要催嘛，可我会会，是，对对对，啊，
不会的，20点了。10点了，大家要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。然后点歌的，记得去点，然后帮我记一下歌单，虽然可能还有很久要唱才唱的它。就是这样，我们过两天再见。魏静也可以找你吗？拜拜，早点睡觉哦。